欢迎大家收睇科学新知啊！今日礼拜新闻咧就非常非常之实用啦。咁啊，实用到点样咧？大家如果系视觉上有少少担心嘅咧，咁开始唔使惊啦。好多好多年之后咧，可能真系乜嘢都可以移植噶。咁大家见到镜头就系有位人朋友咧，就应该系咪做咗呢、这个眼睛嘅移植啊？嗱，系啊，呢个礼拜咧，我觉得都几重要一个医学新闻咧，就系、是、我哋应该系。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有一個眼睛移植的手術個案，咁佢發生咗就係啱呢個禮拜就完成咗個手術，咁截至到我哋而家嗰個節目去即係去做嘅時候咧，就未有更加多嘅 updates， 因為其實可能做咗手術之後，你都要睇下佢能唔能夠再即係有冇其他古怪嘅反應啊咁嘅樣嚇，即係我哋聽過。好多器官移植的個案，你話肝臟啊，就算去到骨髓啊，跟住有腎臟啊呢啲咧，就我哋知道唔排斥，咁基本上咧就可以克服到，就令到個人康復。咁但係對於一啲比較敏感啲嘅器官嚇，即係譬如講到去眼睛呢啲咧，因為嗰個嘅神經接駁係好複雜嘅，我哋從來唔聽到有人去做嘅，又或者我上個禮拜甚至再幾個月前，我哋有提嘅。跨物種的移植依然是一個探索的階段，現在今次我覺得很重要的就是一個眼睛移植的個案，即以往我們一定覺得如果是眼睛沒有就沒有了，就算有人跟你那個血型對的身體的免疫反應不會排斥你，就算給你的眼睛都是沒有用的，因為後面的線駁不到，咁但係而家就似乎有人真係去做呢樣嘢，咁所以我覺得就好值得去介紹啦。咁今個星期嗱，咁但係我哋去講嘅時候咧，我哋首先要注意一樣嘢啦，即係眼睛佢唔等於其他器官嘛，佢係接駁咗我哋個中樞神經系統，即係唔同嘅換個腎或者換一個，所以嗰個手術嘅複雜程度應該係遠比我哋想象中高。啊，複雜嗰個位喺邊度咧？嗱，咁你都講咗嘅就係嗰神經嗰個位啊。其實有好多嘅移植，你發覺就係嗱，要幾樣嘢接駁啦。如果你譬如話個腎佢要移植，或者個肝要移植，首先就接駁到嗰個受贈者佢嗰個身體嘅循環系統。咁起碼咧，你可以依賴住新嘅宿主嚟去養住個器官，個器官咧就唔死先。好啦，佢唔死一回事。佢點樣能夠正常運作呢？咁嗱，咁對於肝臟呢啲嚟講，咁你當然啦，佢有啲其他嗰啲接駁，你嗰啲循環系統啊咁樣，會唔會同個膽嗰邊又有少少嘅接駁？咁嗰啲佢會做啦。咁腎臟嘅話，佢當然就係有佢嗰個嘅泌尿系統嗰度，你需要接駁好啦。咁於是乎你睇到佢一有呢一個正常血液供應嘅時候，佢會唔會嗰啲咁嘅腎臟嘅細胞就扮演到腎嘅功能咁樣咧？咁即係話咧嗰個。供給養分同埋嗰實際運作嗰部分咧，都係有一個接駁喺度咁樣。咁嗱，呢樣唔難明啦。咁眼睛最麻煩嗰樣嘢係咩咧？當然佢有佢個循環系統供給養分，做好呢樣嘢之後，佢要能夠扮演到佢嘅功能，你一定要駁通啲咩咧？就要駁通到嗰啲神經嚇。呢個咧，就算你話係如果有人係做一啲其他嘅。肢體的移植一樣有這個問題的，即如果你我假設是移植了一隻手回來，沒有排斥，完全埋到口的傷口，養分供應到、OK? 但是你的神經駁不到你的手，最後都是動不到的，所以那個對於一些會是你需要去感知外面世界而運作的器官，那個神經的接駁其實就變成是最關鍵的部分。咁呢個唔使講啦，眼部嗰個嘅神經，即係嗰個複雜程度，淨係我哋眼睛我哋讀過由個視網膜入邊，起碼有唔同種類嘅即係視覺神經細胞嚇。咁有啲就係即係有啲專係喺日頭時候睇彩色好有用嘅，有啲專係夜晚黑掹掹唔夠光時候睇好有用嘅。咁而且佢個有一定固定嘅分布嘅嚇，咁啊喺嗰個我哋平時嗰個視線最直嗰個地方，就應該係睇到係即係要係最個解像度最高嚇、最靈敏嘅啦。咁然後就係將呢啲信號咧，就要將佢落翻去嗰個神經度，由個神經再駁翻去個腦部嗰度去做分析，係咪？咁中間呢條大嘅電纜呢個咁嘅資訊傳輸嘅呢個視神經咧，
就係嗰個接駁嘅最關鍵嗰個位置。咁而家咧就即係當然啦，我哋憑乜嘢有把握去做呢個咁嘅技術先嚇？咁其實係要借鑑翻我哋現有一啲嘅研究嘅。咁台長，我諗你都睇到啲資料啦。佢嗰個而家今次呢一個嘅實驗咧，即係呢個手術啊，都同呢個紐約大學有關啦，紐約大學嘅醫學院有關嚇。咁先前應該就有咧，一啲嘅手術啊，亦都係牽涉到眼部移植嘅手術，就喺嗰個老鼠嗰度做過實驗嘅嚇。咁喺老鼠嗰度做咧，佢出嚟嘅結果咧就係能夠回復部分嘅視力咁嘅樣。咁所以佢哋就夠膽攞呢種技術喺人嗰度去試。咁當然啦，我哋亦都唔係好輕率地去做呢樣嘢。你亦都要睇到有一個啱嘅捐贈者，同一個啱嘅需要幫助嘅人嚇。咁而家睇到啦，就係呢一個受呢一個眼睛移植嘅嗰位受助者咧，佢本身就係應該軍人嚟嘅，好似係咪？唔係，我解釋清楚先啦。佢咧就係一個喺美國阿肯色州嗰度做電力工人啊。哦，電力工人。2021年嗰陣時候咧，有一次意外佢掂到一個咩？掂到一個7200瓦嘅漏電嘅電線。嗯。咁跟住咧就。那個應該可能應該毀了容㗎啦，即係呢邊有其中一邊面咧就應該佢可能嗰個主要嘅電流係通過咗佢塊面啦，甚至其中一隻眼啦，咁然之後佢好似應該隻手，好似係咪隻手都有即係傷殘咁嘅樣啦嚇，應該就即係幾大鑊㗎嚇，咁大家睇到可能佢應該做過嗰個整形手術㗎，咁但係首先要講清楚先，即使而家做咧，佢喺紐約做啦。嗰班醫生都話佢唔敢肯定，因為移植咗之後佢恢復到視力嘅，佢哋而家係唔知嘅，所以大家去睇就係好純粹係技術嘅層面，就係移植咗另外一個人隻眼落呢個人嘅眼度，等於佢可以望翻，即係冇還原翻佢原本嘅視力啊。係嗱咁呢個就所以仲係好長時間觀望當中啦，因為你要知道咧，就算佢有做一個步驟去接駁到個神經。咁接駁出嚟，你又唔同嗰啲普通手部嗰啲運動神經，即係如果有人即係好不幸受咗傷，咁佢有一啲嘅神經係割斷咗嘅話咧，你個手術去幫佢接駁翻咧，其實依成個復康嘅過程咧，淨係一個手嘅運動神經都係等半年嘅，即係可能大家聽嗰個講法就係呢啲神經線咧，佢係即係每。即係可能每個月先生個一兩毫米咁樣嘅啫，咁所以咧你係要搏得到，然之後去補得翻，搏翻通個，然之後個信號又要夠強，能夠去即係唔係淨係搏得通就算喎，仲要搏得係即係有意義地嚇，佢嗰個有充足嘅信號嘅量嚟令到你有翻咁靈活嘅動作咧。就算講緊手部動作呢啲，可能係講緊即係以半年到嘅時間嚇。咁甚至更加長，咁所以中間要做好多嗰啲咁嘅恢復治療嘅。咁如果眼嘅話，你可以想象嗰種神經嗰個複雜程度更多。就算俾你係有駁通咗嚇，咁但係咧即係駁通咗之後，你點樣能夠即係恢復翻咧，又另外一回事。咁而家佢嗰個新聞報道，佢有咁講嘅，就係話咧。有一啲步驟都的而且確係未徹底解決嗰個技術問題嘅。我諗佢咧，起碼就係解決咗，就係嗰個佢唔係淨係隻眼啊，佢成個面骨係都移植咗落去嚇，即係連嗰個眼窩位置都移植咗落去。咁因為佢嗰個受傷咧，就唔係淨係個眼睛，係成個面加埋，即係成一邊面咁樣係受到影響嚇。咁佢成嚿嘢去重組，連埋個眼，連埋個神經。當然就是要接駁翻嗰個受贈者本身佢嗰個循環系統嚇。而家我諗起碼第一步就是要確保佢個身體唔會排斥呢個新嘅部分先。咁然之後等佢好翻啊，先至再慢慢諗下點樣去令到佢嗰個駁通咗個神經線咧，就可以再即係有效地去即係發展落去咯。嗱，呢度亦都好緊要一樣嘢，就係咧，原來咧，佢哋揾咗個捐贈者嘅骨髓啊，打落去佢嗰個視覺神經嗰度，去促進佢去恢復翻佢原本。咁即係話其實就唔係一個簡單換咗隻眼手術，係成套一個 package 要好多嘢夾埋去做，特別係呢個話喺佢骨髓入邊去攞嗰個成人嘅
幹細胞，係係去擺翻落去嗰個神經線嗰度。嗱係啦，咁即係我諗，如果講到幹細胞咧，可能大家就即係有其中有啲聽眾，你會更加知道係發生咩回事啦。因為幹細胞佢有能力變做其他我哋身體需要嘅細胞嚇。咁而好多時啲幹細胞係自動埋位，去到邊度佢就自動識得變做乜嘢噶啦，即係會醒目噶啦。哦，嗰度原來你需要呢一個嘅神經嘅增生，佢就變做神經細胞幫你補落去。哦，原來嗰度係需要造血嘅，咁我就幫你變成即係血有關免疫系統嘅嘢咁樣。咁而家就咁，好多時我哋都諗啦，我哋希望去打咗啲幹細胞落去嗰個受傷嘅部分，那個幹細胞就識得自動走位。咁但係其實咧喺好多啲幹細胞研究入邊咧，其中一個好大嘅障礙就係咧，佢未必真係醒目到咁嘅樣，可以你一打到落去嗰位，即刻就同你變咗你想要嗰部分。咁其中嚇喺大家如果都有留意開，譬如喺嗰啲脊髓受傷，然之後重新接駁。而家其中一個進路都係話，不如我喺嗰度再打啲幹細胞落去，就希望佢即係自己再走位就修補好啦。但係個效果都唔係話非常理想，即係冇再適當啲其他嘅導引咧，冇其他嘅信號去幫佢咧，佢唔知道自己要變做乜嚇。幹細胞呢樣嘢好得意嘅，佢唔係話自發地去變一啲嘢，但係佢可以受到外在嘅一啲嘅環境去誘發佢去做一個適當嘅變異。咁譬如話有一啲嘅情況，我哋識得係將佢誘發咗去變做其他嘢嘅。咁譬如我哋知道，譬如我求其攞個皮膚細胞，我可以誘發去變翻去做幹細胞，然之後又可以加一啲其他嘅荷爾蒙分泌，令到佢變做其他器官嘅細胞，我哋有能力做到嘅。但係喺眼嗰度，你打咗嗰啲咁嘅幹細胞落去之後，其實其中一個好研究嘅關鍵就係，我再需要加啲乜嘢其他嘅添加劑，才能夠令到呢個眼睛嗰度嘅幹細胞變成嗰個我想需要嘅細胞變得更加好咧。有時可能你打咗幹細胞落，啲幹細胞就咁停喺度唔喐，跟住隔一陣佢冇其他營養供應，自動枯死咗。但有時唔係，哦，原來你擺適當嘅一啲嘅激素落去，佢會識得協調嗰個傷口同埋幹細胞，令到佢可以個誘發到個幹細胞變成一啲可以修補到傷口嘅嘢。咁而家喺呢一度咧，即係首先呢度都係我自己對呢度嗰個好，即係嗰個最前沿認識仍然唔足夠啊。但係暫時我諗佢哋面對一個咧最關鍵嘅問題就係、好啦，我盡做埋呢一步，將個幹細胞打落去，最後嗰啲幹細胞能夠幫佢即係呢位仁兄佢個嘅視覺神經可以修補到幾多咧？咁係咪可以完全重複翻曬喺老鼠嗰度嗰個嘅效果咧？咁就仲係一個好大嘅問號啦。好啊，咁但係佢呢個我相信咧就係歷史性，因為從來未試過做呢一步嚇。而且我相信個手術嘅複雜嘅程度咧，就遠比我哋而家係講咧係即係多好多啦。但係呢個手術係咪意味住咧？其實喺西方嘅醫學入邊，我哋有興趣將人體每一個部分都試下移植下咧？係，即係如果你講得誇張啲，啲人講到成個頭都可以移植，咁即係講就係咁樣講啦嚇。但係即係實際上你發覺咧，最難操作嗰位最後就係去邊咧？都係喺神經系統嗰度嚇。即係我當你已經搞清楚係嗰個免疫系統唔會有排斥反應噶啦，個血型又啱啦，咁呢啲好容易比較即係容易搞清楚嘅。咁然後就即係以前我哋講下，有人聲稱自己做頭部移植手術嗰個，其實即係我就一路唔係好信嘅嚇。咁但係你可以預計到嗰個技術問題，你嗰啲骨點樣去搏翻嚇？唔止喎，咁你嗰啲主要嘅血液嚇，咁另外你個頸入邊好多好重要嘅結構嘅，喉嚨嗰啲氣管同埋食道呢啲，咁呢啲軟組織我哋都大約知係點接駁，但係你想嗰啲信號真係落到落去，令到你個身體可以受你個頭嗰個腦部信號控制咧，最關鍵就係嗰個脊髓神經，你點樣去接駁嚇？如果呢個嘢呢個問題解決唔到咧，我就從來唔相信有啲乜有乜嘢好有意義嘅頭部移植手術可以做得到咯。但係呢個好重要噶嘛，因為大家知道啦，即係譬如話個脊椎嘅受損，就有好多人佢基本上變咗殘廢噶嘛。即係如果呢個係做到再生啊，
咁嘅時候咧，就好多而家我哋覺得即係唔可以醫嘅傷殘咧，其實係可以再生。呢個人員，所以佢即係特別頭先我好印象好深嘅就係佢利用到嗰個幹細胞啊，去刺激嗰個神經系統。呢個我相信。其實在呢個做之前有冇類似的試驗？我所知的很多都是在嗰、那個脊椎神經嗰個修復移植嗰度嚇，係有用到幹細胞嚇。但是大家都仲係即係頭先都講咗嘅，就係 kick 咗一個位置，就係要再加啲乜嘢落去去誘導佢發生咧。嗱，呢度又要即係唔介意嘅，就重複翻少少我哋即係一兩個禮拜之前講過嘅嘢。咁其中，你外面加啲電極刺激佢係一個方法，然之後你要嗰、那個受傷嘅人去做多啲嘅物理治療，令到產生多啲嘅信號，又係另外一個輔助方法。加幹細胞又係一種方法。然後就係話咧，上次嘅報道就講到佢揾到要係去輔助邊一種嘅神經細胞，令到嗰個嘅增生係做得更加好，即係嗰個修復做得更加好。咁呢度又係另外一個方法去填補咗佢。咁中間仲可以缺咩細節去填補到落去咧？我就覺得如果喺嗰、那個脊髓神經嗰個例子嚟講咧，似乎我哋係獲得嘅即係知識係越嚟越多，越嚟越近嚇、啊，即係唔係淨係做到佢可以生翻埋就算而係生翻埋佢要還原到一個有用嘅網絡，從而可以令到嗰個神經信號落到去。咁我覺得如果你喺嗰個脊髓嗰個嘅修復都能夠做得到咧。咁喺其他嘅器官方面眼嗰度咧，我覺得可以俾到好大嘅啟示喺度嘅。好啊，呢次喺度結束，我哋下一節再翻嚟啊。梁錦祥工作室喺呢一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嘅年代，我哋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堅拒自我審查，因為我哋相信內容有價，而你哋嘅支持就至關重要。請大家訂閱梁錦祥工作室 Patreon， 並立刻成為付費會員，守護自由言論。而我哋喺 YouTube 頻道上面嘅每一節節目，都要麻煩大家記得按讚、分享、留言同埋撳鐘仔啊！感謝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節目。